出发！夏が来る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今天外面天气真的是超级好，阳光明媚，万里。因为啊，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去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美国超市。虽然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前些日子呢，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个在日本的朋友啊，拍了一张在一个外国超市里的自拍，然后拿着这么大一个薯片，这么大。那大家也知道，像小豪这样的吃货呢，看到这种有好吃的地方，那肯定是要去问一下的啦。然后这才知道，其实是在 Costco。我来日本已经第7年了，我竟然到现在才知道日本也有。Anyway， 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吃穿，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位于日本的美国大型连锁超市。真的，这么好的天气，你为什么要堵车？真的是堵到现在了，一拐弯的路，走路都堵到了。但是大家暴躁，对，就是不要暴躁，因为不能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好，就造成了我这个非常非常暴躁的这个原因。这什么逻辑啊？我想买个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，我们一起穿。好的，情侣色。到啦，就是这里。哇塞，好骚高！到啦，哇，好多人啊！走，里面有好多灯，看到吗？哈哈。好可爱啊！没关系，我没录了。便宜1000块钱，真的，买一个吧。真买啊？穷啊，怎么了？喝点好喝的行吗？这个一看就比别的好喝，你看这个能喝吗？长得像玻璃水。好啊！哇，好想把它解救出来带回家。黑的小，一样大的。我最爱的巧克力没有之一。这个看起来好好吃，这个感觉每天上学带2包，你想不想要？不想要。这么大，哇，太大了，真的是。这个还不错，这个努力的可以搞一个。不要，行。哇，这个也不错哎。这个可以搞一下，这台自动感应式的垃圾桶只要4500日币，真好啊！这个，拜拜。哎，找到你了。这全部了吗？ So， 我们现在已经逛完了这个 Costco， 准备回家了。平时的晚上啊，或者说就稍微晚一点的时间，可能人会比较少，会逛起来比较舒服一点。现在人真的太多了。强烈推荐大家在 Costco 购买。